Hello，各位老铁啊，今天还是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过来看看咱们家的藏獒啊。好的，好，小家伙，这个藏獒它和主人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，所以说这个纯种藏獒它对主人它是温柔的啊，它是具有这个非常一个粘性的，粘性高啊。来，沙姨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每天早上我一到这个狗场里面来，它这个热情度是非常高。好，来来来，过，沙姨，好，沙姨，哎，对对对，好嘞。这个是8个月的一个小藏獒啊，沙姨，它才有8个月的啊。这小家伙现在变得非常的漂亮啊，非常的英俊。它是一个公的啊，一个公藏獒，性格还是蛮凶的啊，性格也蛮凶。来来，沙姨，快过来过来，沙姨，你看它多听我的话呀。沙姨，来过来，沙姨，沙姨，来来来，沙姨，多欢快啊！快，沙姨过来。啊，这就是藏獒和主人的关系啊，它对主人，它永远它是温柔的啊，温性的。但是陌生人就不行了啊！陌生人要是今天早上来到这个狗场，那绝对要被它咬了啊！所以说，这个藏獒，它这个对主人的一个忠诚和它的一个护卫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沙姨，快转过来，我看一下，很优秀啊！这条藏獒就是头本好，嘴本好，颜色也好啊，看上去的话呢，显得威武和霸气。